良心在哪里？啊，姐姐哪一次迟到了啊？这样子一直催我上班。你们知道你们刚刚叫陈家花上班的时候，陈家花在干嘛吗？没错，我正在。你们知道你们刚刚叫陈家花上班的时候，陈家花在干嘛吗？没错，我正在大便。我正在大便。你们的良心在哪里？啊，姐姐哪一次迟到了啊？这样子一直催我上班。还好我不用截断他。因为他是用流的，很顺畅。妙的是，奇怪，我竟然在上台的前一两分钟突然有感觉，这样子，这个就是人生 ，You never know， 好吗？